老公，昨天我半夜看到房间里面有人影。你不要乱说啊，会吓到孩子啊。你只是太累了，今晚我们早点休息吧。半夜吵什么吵啊！老公，你起来，起来！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很确定这间房子有鬼。这里是我家哎，什么鬼？你听，你听。一家人一起从澳洲回来看阿妈，阿妈一定很开心。喂，我们会在阿妈家住一个月哦。原来是你啊，妈。妈，为什么要在半夜缝衣服？啊，这不是衣服，是白纳被。昨晚我进你们的房间，看到孙子啊有点冷，他的被很薄，不能用了。真的被你吓惨了。就是啊，缝衣服就缝衣服，为什么连灯都不开啊？我要省电吗？省电是好事，可是为什么要鬼鬼祟祟在家里走来走去？最近啊，晚上我总是睡不着，闲着没事做。就起来打扫院子，收拾一下咯。哎，下午又吃得少，晚上很快就肚子饿了。反正都有剩菜饭，不要浪费吧，我就拿来当宵夜吃咯。妈，我们知道你辛苦了，可是这样半夜突然间把房间打开啊，吓到我老婆都睡不着了。哦，我是担心你们不习惯，睡不好吗？